郭彦甫脱离舒适圈，画画展开第二人生。转换跑道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要永远乐观。我小时候会的东西到现在，全部都是跟我们这个社会是背离的。体育、演艺圈、画画，随便选一个，家长一定会说没前途。其实都还蛮有前途的。其实都还是蛮有前途，就是有一句话是毕卡索讲的，他说：“如果我当士兵，我一定是将军。可是因为我画画，所以我变成了毕卡索；因为我画画，所以我变成了郭彦甫。”小燕有约，与您准时相约。